还钱！11月27日晚上，刘昊然在班级内举行了一场同学聚会，聚完之后并拍了一段视频的合影。视频中，刘昊然在合影的时候居然喊的是还钱，直接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爆笑。还钱！别人合照喊茄子，弟弟合照喊开始还钱了。刘昊然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位男演员，长相非常帅气。刘昊然这个人很善良，情商也很高，照顾着自己周围的一切女生。在我心中，昊然就是这样的存在。刘昊然在演艺圈的造诣不错，不管是电视剧里的余淮，还是电影里面的秦风，都演绎出了他自己的想法，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。刘昊然一位95后的新生代演员，当下非常火的一位流量小鲜肉。虽然他的年龄并不大，但是他的演技得到了大众的认可，而且随着大家对刘昊然的熟悉，他耿直逗趣的性格也是圈粉无数，而且大家还尊称刘昊然为耿王。不少的网友表示，别人合照喊茄子，弟弟合照开始喊还钱了，不愧是刘源啊。